接下来这位憨厚的汉子带着一件家传宝贝来到了梦想秀的舞台。我叫冯玄祖，今年45岁，是陕西省临汾市的普通农民。我的父亲曾给我留下一件宝贝，我曾经带着他走过几千里路。今天我带着我的宝贝来到了中国梦想秀这么大的舞台，非常激动，希望大家喜欢我，也喜欢我的宝贝，同时希望中国梦想秀能实现我和我宝贝的梦想。哇，是是是，啊，好吧好吧。嗨，巨人，巨人你好，我在这儿呢。你好你好。想握手是不可能了，你别过来，怕你把我踩下去了。怎么称呼？巨人，来，我们转到前面。我叫冯玄祖，冯叫什么？冯，宣传的宣，玄，冯玄，忠诚的忠，玄祖。对，总总，冯玄宗，跟这个玄宗啊，你帮我看看我上面这个头发怎么样？我一直照不到，因为这有吗？头发？这个头发？还有，还有啊，有，还有。巨人你好，我在这儿，麻烦你看我一眼，你来自哪里？山西临汾。山西临汾的朋友。哦。我想请问啊，这个高跷有多高啊？要3米了吧？两米五。我目测一下，1.78米的样子。我老是踩的。哦，你踩，我踩，好嘞，我知道，2米，差不多吧？多少？哦不，哦3米，3米，六不对，多少？2012毫米。你玩我对吧？哎，那不就是2米对吧？你一个人过来的？没有，你谁跟你一块过来的？我一个人过来的。你对我是不是印象不是很好？那你前面呢2米嘛，就差不多了，一步都错。2012，哎呦，这个把我弄得很尴尬。我说你是一个人来？你说不是的。我说你跟谁来的？你说你一个人来的。我一个人来的。啊，对，我带着我的高跷来的嘛。对，带着高跷来的。哦。哦，你带着我的宝贝。哦，你好有创意。跟我们说说你练这个高跷多久了？对啊，我17岁到现在已经28年了。十七岁开始练，28。你练？你45岁了。反正我是猴子，你是羊。哦哟，你这个 information 非常具体嘛，你看你远看像那个叫什么？啊？就那个。陈小春像吧，像陈小春晚年吧。有没有人说你像陈小春的？哎，陈小春没有听说过了，还哦，那可能通过波波哥哥的嘴，这下就有人说了。哦，那我想请问你，练习了28年了，你踩着高跷走过最远的路有多长？最远的是1999年。99年，哎。从我山西临汾徒步走到北京。天哪，好厉害！99年你为什么要走呢？为了澳门回归。哦，你事儿倒管得蛮多的嘛。哦，那个波波老师，波波老师，我有一个担心，因为我看他一直在这样子，这么高的地方这样不停的挪动，我觉得有点辛苦，累不累？有点累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怎么样可以下来吧？我们怎么样可以让你休息一下？不能下，不能下，可以坐个凳子，因为我就穿一条裤子。哦，太可爱了。那我问一下，这个我倒没想到，3米长。哎，你给你梯子坐一下好吧？
行，好好来个梯子，我们上梯子让冯全忠来休息一下，不然太辛苦。而他这样晃的我头都有点晕了。我这个跟你在一起玩，我要小心，我分分钟可能受胯下之辱，是不是？万一我找不到你人呢，在哪里头的，我也在上面呜啊。波波老师，我有一个办法，你讲，你可以听听啊。就是当他这样做，你不是要跟他平起平坐吗？啊，我们也给你一个梯子，如何？不是，我问题肯定没问题，但是我有个暗毛病，你知道？你说。我晕高的。恐高啊。恐高，我，但是你听我说，我是个男人，我。恐高也要上是吗？来，我们掌声鼓励波波老师。我上来了。哎。哦，弄错了。波老师小心。我呀，你看这。我告诉你，有的男人看上去人高马大、肌肉发达，看到蟑螂马上昏倒。你没看到过，我真是。小心波老师。你可以的，你跳舞都那么厉害，爬楼梯算什么呢？我也好紧张。赶紧走啊！郭老师，空气如何？我，哎呦，我对吧？我就说说说，我两个腿哦发麻，这有问题吧？这，哎，你看你为什么可以如此淡定呢？你这个是等一会儿啊。好了，好，这个我们谈一谈。谈一谈，你人呢？下面那个，哎呀，雅丽，你说，我现在不方便。郭老师，你先深呼吸，调整一下啊，调整一下呼吸，手不要离开，手还是平稳一点啊。我来问问玄中，那你今天到我们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上，你也给我们讲过了，你99年的壮举了，那你到这儿来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这回想在。长江以南再做一次高桥千里行，想从杭州出发，杭州走到温州，完后再到福州，再到福建，那变成洲际旅行了，也没有多远，也就横跨三个州嘛。哎，那叫他说得很轻松啊，霸气。那叫省，杭州、温州、福州不是三个州啊。所以我想这回呢，想通过梦想秀能找到企业资助来完成我这次活动。你讲完了吗？好了，说碰碰看，我们碰得到吧？别，不行，没事。小心，玄中你小心。握手，谢谢谢，好走。这一幕我怎么觉得那么感动呢？作为男人，我非常钦佩你，因为。许多也许八卦媒体喜欢来跟你算账，是不是行啊，是不是不行啊，我觉得你所走的路不是常人走的路，也就是说你走的是一条不寻常的路，对吧？我现在我因为你抓住我以后啊，我现在思绪万千，我心潮澎湃，我在想万一你把我一拉我就下去了。好，你先回到你的那边。 OK， 田中小心。 好，小心，先回到这个梯子上坐好。郭老师你小心，你辛苦了。我们下来再帮他梳理他的梦想。我郭老师在上面的感觉还好吧？你还给我们秀你。我坐在上面的时候，我心里一直在想，我后悔一件事情。我这个保险箱密码没告诉我老婆。我这挺瘆人的，很瘆人。好，接下来我把这个舞台交给我们的梦想大使和冯玄中。玄中，祝你好运，美梦成真。好，加油，可以的。然后说，让梦想照进现实。这个你的故事大家已经听了非常的明白了，
我这样，我现在让我们身后300位梦想观察团为你投票，好吗？我还有一句话要说，你讲。我爸那个时候就有跟我曾经跟我留过一个叫三字经，他像啊做奏，像别人没有像过的事，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，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。对。好，我给你一个投表心，投别人没有投过的票，表表演别人没有表演过的表，心心永远是别人没有的心，我就永远开心，好吧？谢谢波波哥，准备投票，5、4、3、2、1，开始。但我想你走你的路，让别人看出来。好，虽然你没什么，但是还是感谢你今天的表演，用美妙的音乐为玄宗送行。玄宗加油。虽然没有通过，但路就在脚下，玄宗带着你的信念与勇气，在别人没走过的路上大步向前吧。